外壳采用铝镁合金烤漆工艺，耐腐蚀，硬度高，易清洗。电机采用铜线电机，1100瓦大功率，可以长时间工作。电机不易发热，保修三年。机器底座带有古墨盒，方便清理卫生。加厚不锈钢操作台，工作台带刻度表，方便切割定位，厚薄操作。高品质材料，不易变形，不易生锈，经久耐用，容易清洗。注意事项，先讲一下更换锯条。打开安全门，逆时针旋转大手柄，将锯条处于放松状态，取出锯条，将新的锯条装入顺时针，调紧大手柄，正转2到3圈，锯条会自动回到工作位置。注意，锯条的松紧程度用手指按锯条侧面，锯条会有回弹性，即可关上安全门。开机、试机、试完关机。切排骨操作也是，首先关闭上下轴承的阀门，拧紧螺丝，将刻度表定位在所需的宽度，然后固定，拧紧螺丝，开机，放上排骨，使用助推器往前推动。排骨切割好后，先关机，再将切割好的排骨取出，